个视频教你菠萝节的做法，用72号玉线打底，三股线为绕线，长上线16厘米为基础，捏住一端，如视频这样揪一个圈，再揪一个圈，把长短线换位，画好之后用长的那一端线来压一挑一压一，随后我们就得到一个金钱结，这里金钱结尽量给它调的小一点，接着再用长的这一端线如视频这样穿到右下角的空隙，随后我们走线就按照短的那一根去走，也就是从中间穿上来，左上的三角穿下去，再从旁边穿上来，一直到所有的单线都变成了双线，这里线不够不用在意，到后面会去调整。一直到视频这个走位后，把右下角这根短线扯到后面，随后左边新线完成最后一次双线，我们走线就都完成了，拿出绕线棒辅助，再将其下压，随后用钳子从开头的一端开始调整，每一下都要收紧。直到形成视频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白色的新线剪掉了。你学会了吗？